世新大学女篮菜鸟林蝶，记者林正坤社。记者卓家平台北报道，世新大学女篮菜鸟林蝶今天在富邦人寿 UBA 大专篮球联赛四强战面对金旅文化大学，毫不畏惧缴出全队最高17分14篮板的双十表现。尽管球队不敌霸主，赛后教练何正峰给子弟兵打高分，我给他90分，不能打满分，这样他会自满。对于菜鸟能有如此表现，何正峰认为他打得很不错。以一个新人而言，尽管他最后体力不足，还是把他放在场上，给他多一点经验磨练。培养一个球员总要付出很多代价，输球也是一种。林蝶表示，自己身为学妹，上场比较没有压力，但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。对于季军战，他希望做好自己，帮助球队赢球。何正峰表示，面对文化输20分，已经达到设定的目标，打了2节半的好球，球员很拼了，明年再来。